residents of our unit and fellow Singaporeans. Selamat datang. Terima kasih atas kehadiran anda. Please allow me to begin in Chinese. 大家好. <音>四年前我第一次跟大家讲话，也是在这附近。那是我们上次的大选，后来呢，后港补选、榜鹅东补选，都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话。今天太阳已经下山了，我跟大家讲一个预言。 这则预言呢，我是从我们前总理吴作栋先生那边听来的。吴总理呢，他说新加坡的反对党就像公鸡一样，他每天早上提叫。 太阳升起来了，公鸡以为啊，是因为它叫，太阳才出来的。其实这个太阳，它本来就准备出来了，它每天都会出来的，所以这是一只好练的公鸡。 谢谢大家，我打个叉哈，我今天还没有来以前呢，我看了一下啊，四年前跟大家讲话那个录像，发现呢我讲话非常非常慢的，速度很慢，这个我个人习惯，可是听众呢可能。 可能比较难接受，所以等一下，如果我讲话慢下来，请大家让我知道，好不好？热烈的鼓掌，喝彩，让我知道我讲话太慢了，应该讲话快一点，好不好？我有一个小女儿，今年要考小六会考。 所以全家人呢都跟着他很紧张。我跟他说：“女儿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寓言？蜈蚣说，啊，这个是蜈蚣公哈。蜈蚣说，有这么一只好练的公鸡。” 这个寓言不是蜈蚣自己想的，这个寓言是来自希腊的伊索啊，一位也是一位公公了哈。那你知道希腊在哪里吗？他在西方啊。可是呢，中国。 你知道中国在哪里吗？中国它在东方，中国也有一则寓言啊，我来讲给你听。中国也有一则寓言啊。 中国说，那这个寓这个呢，是记录在哈中国这个《山海经》啊，还有其他一些书里面的，很有名的。中秋节就要到了，你也听过的啊。天上，天上，天上有一个天帝，天帝他有10个孩子。 这10个孩子都是太阳。每一天，他们其中一个人，啊、哦，
在听到有一棵大树，叫做扶桑树。这个大树上面有一只玉做的公鸡。那一天值班的这个太阳，如果听到了这只公鸡在叫，它就会起来啊，然后从东边起来，西边下来啊，它做它的工作。 本来这些太阳规规矩矩的，会好好的做他们的工作。后来呢，发现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们，有就一起出来了。有时候，你想一个太阳有多热，尤其我们在新加坡，啊，10个太阳来，那还怎么办？热死了，受不了，民不聊生。 人民喘不过气来，啊，还好，还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后裔，他呢一直在锻炼身体，一直在练武功，啊，他有一张弓，他有十支箭，还好这个时候他能够。 代表人民，帮助人民，啊，拿箭，太阳不是从东边升来吗？他拿箭从东边，一个太阳，一个太阳，一个太阳，射下来。他有十支箭吗？射了下了9个太阳以后，剩下那支箭怎么办？ 不能把最后的太阳也射下来。他看到那只公鸡，啊，他听到蜈蚣的话，他啾，那成了什么公鸡？啊，这是什么公鸡？谁知道？新加坡谁知道？我们的副总理张志贤先生他知道。 他说：“这是一只沉默的公鸡，这是一只沉默的公鸡，同一只公鸡，朋友们，吴总理说是好练的公鸡，张总理，啊，副总理，说是沉默的公鸡，所以你知道什么？” 在新加坡，公鸡不好当啊！啊，公鸡不好当。我跟大家分享，4年前啊，或者那个不太久以后，在我们后港补选的时候。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一句话，一段话。我那个时候说：“各位居民，请想一想，这一次补选，那个时候是补选，这次是大选。这次大选，透过你的一票，要告诉政府什么？你要告诉政府。” 说朝上次大选以后的大方向继续转变，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关心和处理我们大家居住、交通、医疗、就业、生活费各方面的议题，我们是不是这样告诉他？ 还是我们说够了，做的差不多了，可以收工了。所以希望投票的时候，大家慎重考虑，要掌握我们的民权，啊，把握未来。谢谢，谢谢大家。
Friends, I believe in diversity. Diversity. And I believe that in order to have diversity in government tomorrow, we all need to take action today. We all have our roles to play. Mine, I in Parliament, I in my ward, Paya Lebar, and in helping to build a responsible party. These are my roles. And I have done my best on all these fronts, driven by a sense of duty. My hope is for all of us to feel empowered with the power that we can bring to one another. We call it the power of we. My wish is for us to all feel empowered to move away from a monolithic Singapore towards a better future. Empower your future, my friends.